Good morning， 哇塞，好美哦！去吃早餐，我期待很久了。然后，对啊，我一直以为 Blue Bottle 是日本的，就不是，它其实是美国。然后就是从旧金山这边开始的，所以这里超多间 Blue Bottle， 好像到了，就是这一间，好像小小的而已耶，好可爱哦。然后，来去看看。而且这间第一间 Blue Bottle， 它这个瓶子是深蓝色 ，so cool。I'm stopping by just to tell you I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why these things on my mind keep me up at night. Maybe you.Answer, but lately I'm so stuck. 我觉得 Blue Bottle 真的很好喝哎，然后我还剩下蛮多的，我决定带回我的饭店去慢慢喝，因为我还要回去整理我们的行李，因为我们要换房间。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住在 Hilton， 然后可是因为第一天跟后面几天的。房间是不同的厂商帮我们订的，所以后来问了之后价钱不一样。如果我们今天昨天晚上住那个比较好的 view， 要在我们不要换房间的话，我们还要贴蛮多钱的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换房间。而且我们之后的是有附早餐，所以换房间当然就是比较简单。所以我就要回去整理东西。然后这个是旧金山早上的街道，其实我觉得这边蛮特别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是市中心哦，然后这附近其实都是很高级的饭店，然后或者是很高级的百货公司，可是同样的一个转身就会有很多游客，然后地上也有超少，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一到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，然后我就觉得。好像在纽约，因为很像纽约的晚上，我会怕哎、欸。如果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的话，我是会怕的。好可爱的狗哦！好了，前面左前方。
车，他们称老的车子，老的给观光客搭的。哇，汽车，酷！那其实我会走到这边来，就是要逛 Urban Outfitters。灯台来了。哇塞！我们第二天换的房间竟然是在泳池旁边呢，可以，哇，哇塞，是游泳池耶，可是不能直接出去就是了。哇，昨天是睡那上面。今天我在泳池哎，可是这边不能直接过去，有点可惜。我多懒哎，那我真的感觉要去买一件泳衣，所以超棒的。然后那边泳池有一个是泡温的，就是热水。然后这边有一样，其实就跟昨天的房间一样，它就是这边书桌，然后电视，然后一样很大的床。我超喜欢他的床附四颗枕头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各需要两个，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椅子，然后这边就是衣柜。那这间房间有比较小一点，衣橱也有比较小一点点，然后这边是浴室，浴室有小一点，就是昨天是有浴缸，今天就没有。然后可是老兵昨天就有泡澡耶，所以我在想他今天泡澡就直接去外面好了，可是他没有带泳裤。裸体应该会被抓走。She makes her appearance every day, and every day it's the same old play. She's the main character. San Francisco Symphony.没有游民，然后街道非常干净，差超多。我这样好像下巴受伤了。这
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一场一起听的音乐会，我没有想过会在旧金山，而且是旧金山交响乐，这是全美还是全世界啊？我忘记了，就是十大乐团之一。你看他们现在都在 warm up， 好期待哟！在我这次在买票的时候啊，我一直很挣扎，然后买后面这一区的位置。